然后入客。很努力的帮你扫车，陈一安玩车啊，帮我玩车，我没车了啦。在玩了，在玩了。哦，点了一只耶格。然后呢？应该大胡子好，不，那个有只在厕所旁边。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那边。厕所一只医生，厕所放下一只医生，然后那个正点那一只耶格，你推吗？推。没子弹了。我已经在厨房了。我进来了。哇靠 ！EDD， 这里。哦，是。把 EDD 挡住啊！Friendly mission successful。他都用尸体把他挡住了。几掰嘞？哦，我打倒他了啦。可是他想拉血。很怪吗？我打倒他了，还好。看对面那个 EDD 是真的阴险。整个阴险啊，他用他的尸体把他的陷阱给挡住了。哦，好难哦，这游戏。